这诗歌就是《达到锡安》，它是一个有关于与彼此的配搭的服饰，尤其是在传福音上的一种诗歌。起初的几节都包含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良人，带着我们达到锡安，我们也一同的与他同行。我非常享受最后的几节，我们不仅是与主有这个爱的关系，我们也是与圣徒们、弟兄姊妹们也是有这样爱的关系。我会谈第四节